研究舱里非常的暖和，我觉得我的身体都在慢慢的发热。觉得这个艾灸舱可以很好的祛湿祛寒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米。我刚刚体验了艾灸太空舱，还有腿部的拔罐，让我感觉整个身体非常的放松和舒适。那今天的视频拍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不妨来体验试一试哦。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